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全民记忆运动会》唱完一下挑战赛。喜爱运动，热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真的就会活不下去了。运动吃运动狂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全民记忆运动会》唱完一下挑战赛。这什么？请接受。全明星运动会，全明星运动会，唱完一下挑战赛。亲爱的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全明星运动会的刺激与激情吗？唱完一下挑战赛，重新燃起你的热血，与伙伴们到三重山东体育馆接受挑战吧。唱完一下挑战赛，不见不散。全明星运动会，全明星运动会，全明星运动会，热情邀约。要再比一次全明星运动会，没错，这一次说不定是跟学长姐们一起，好期待哦！哎，我超期待的，那我应该就会是红队的一员。太棒了，终于有机会可以跟我的红队伙伴们再拼一次。红队加油，这次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输的。假想敌哦，如果说一二三季的话，毛弟应该会回去吧？哎呦，蓝队王朝来了。观察中连线哦，我要看到血流成河，厮杀红队，快来重温我在场上帅气的模样吧！红队 ，Let's go！ MVP， 我来了，我接受挑战 ，Go！全明星毕业了，第四季郭宏志空降黄队领队。喜爱运动，热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运动是运动狂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展元，我是郑华，我是钱姐，我是小杰，欢迎收看全明星运动会。尚华，你在哪？全明星黄金播报组合搭档了三季，蔡尚华27号宣布从节目毕业，表示在工作上另有新规划，在全明星的阶段性任务完成，也祝福改版后的第四季维持高流量高收视。你好，我等来。你好，你等来哦。这查某人是谁？阿姨你好，我是陈浩，我是丁玉。你好，你都没有啊？干嘛进来？哇，好谢阿姨。我就是三六一啊。你好，是干嘛？真心的相爱啦！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亲亲给我看。尚华，你觉得第三季的男生谁最帅？第三，真假的？你应该是最美的。张宏杰回应蔡尚华毕业快乐啦，接下来请常来我球馆打球哦，以祝福之名行拉克之时。而全明星制作单位也表示正寻找主持接棒人手，第四季节目将有全新的赛制，必须经过三轮比赛，包括循环赛、资格赛、冠军赛。征选标准则跟以往不同，以挑选体能状态与运动风度为首要决选条件哦。你这 CP 你这阵弄的是怎么样？那我要重新再建立吗？如果继续当卫冕者不是很好吗？如果真的第四季我被打败了，大家不是很爽嘛？所以两位是会携手一起参加第四季的。晴姐，你会再次击败他吧？
没关系。是的，千阶 CP 再续前缘。虽然蓝红两队没改变，不过本季将新增黄队参战，由台湾首位美国职棒登场左投棒球国手郭宏志担任，形成三队共斗。他都穿个短袖，然后露出那么多刺青，是想吓死谁啦？如果当领队的话，就是麻烦感谢两位前辈。那如果引领第三队？可以啊，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。